可以打字。对我坦嘛，对不对？有一定要带什么东西吗？两打一坦一补。两输出一坦，然后带什么东西？可以的话，生命粉。生命粉。就是不会记得。能的话就是广域化三以上。可以的话啦，或者有助可以插把广域。喂。嗯，这个很不能猫。嗯，广域化有时候可能坦克已经快没血啊，不是，可能刚好都来不及。我在想，我 KO 猪要不要换成其他？干嘛你要 KO？ 要把他打倒。怕观众教我们怎么会玩的，我们知道，只是打不过。先讲，要怎么打？可是打不过，反正就会啊，攻击猪啊，不知道塞什么，塞攻击就对了。啊，铁臂也不能换。体力猪。体力炮速重击。那小雨你先。要击退。我要击退，我还没击。好，等一下。这么厉害，给你坦好不好？我真的很怕哎、欸。坦的话，你是用贼弩吗？贼弩啊，会不会枪？做墙壁三就好了嘛。墙壁三呢、啊？至少我觉得至少三。他不说给，我是用护石叠啦。要五、哦。那个三，因为你护士一定是三。啊，你有铁臂的话可以再叠，至少要三啊，因为它会大幅减少攻击威力。啊，跟我说，说什么？哎呀，墙壁哦，好，我装，我现在是铁臂四。然后体力炮速，嘿，没有错啦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别了啊！要去看动画了吗？还没。哎，杰克看过了吧？这样我要看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，他可以直接四人哎、欸。可以直接四人，是啊，你们可以直接进来吗？什么传说的、他是写直接四人，不然我先进去看看。我的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好，对啊，可以直接加入。哦，因为他的动画是可以直接略过的，看他这些 ESC 可以要跳过。先吃饭。好嘞，要等那个、啊。
要点节操。有爆头巾吗？我没吃到，没吃到。药吗？我之前去看医生的药吃完了，再去看啊。没有好要再去看啊。说浪费钱也太，也不是浪费钱，就很麻烦。对啊，卡在这边啊，等待队长许可。队长，放我们进去。队长还在看动画、啊，看到他在咬东西啊，那只是啥？贝西摩斯。啊，不是，是岩贼，好可怜啊！超可怜，叼着哆啦 A 梦，然后对你，可怜，虐杀。好了，可以进来了。好，花博加分呐。分吗？可以啊。爸。吃了。哎，你所以哦，我们下去让他吹啊。等一下，没有，我那个，我拿个回归石。然后小雨，你尽量不要打到头，会有仇恨。不要打到头啊！啊，我等下扩杀扩哪里啊？尾巴、后脚、啊、身体，好。发动了陨石，发动了陨石。还是会扣血。大漩涡闪。哎，看我啊，大哥，那人啊，哦，是我，被输出了。好。哎，不要离我太近，不要离我太近，你去另外一边。就看他哪里是什么颜色。他怎么只有红色？哦，后脚白色。啊，弹到！他是要打几区啊？打到那个谁，聂金龙的家。好、哦。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我怎么中弹啊？拍谁？反正不要打他脑袋，就比较不会有仇恨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也是第一次当盘啊，那时候当得很开心，输出，哎、欸，没仇恨了，小心哦、喔。好，接住了，大漩涡，大漩涡，有闪吗？三，没闪到，哇，啊，还是放了，有人沉迷，对。没有，不是只有你啊，那也是其他人的工作。就是看到大漩涡就一定要闪。最主要是补，可是我刚刚就说补是怕来不及。嗯。因为他要受抵制啊。哎呦，我没有要打你脑袋的。哎。滴滴好硬。光在那边。接不下来的、欸，可以打落石啊！大漩涡，断了，那其实是可以先免啊，等下再来看吧。I need healing， 他有看到，哦、看我啊！他就他就是左右扭也不看我，我长这么丑吗？完全不鸟你。我长很丑吗？我长哎、欸，对。对你丑很。
在哪？好了好了。他有办法集成吗？可以。可以。网络上有看到骑乘流啊，白痴哦，我干嘛？律师哦，有大石头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防止被破坏，防止我要把它拉离那个，不然黄刀会死吗？一个陨石在他屁股，有两颗哟。过来，小雨。完了，我离我快一点，过来，过来。啊，我扩散没是回家拿吗？对啊，还是这轮打完再回家拿？可以输出先输出吧，反正他等下就是黄道啦，黄道完之后就是。好。哎呦，打到。先离太远。哦，黄道，黄道，想试试看呢、欸。就这样躲在正后面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那我跑一下好了。我想说来不及了，我准备跳了。我想说来不及，因为他放那么久、哦。你是啊？几块了？对啊，第一次而已啊。哦，再是要打受伤的。我想说这场是正式来了。没有啦，再来要打受伤的。哦。本来 SOP 就是这样子哦。嗯哼。诊所没有很远，那不是远不远问题，而是去看医生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麻烦。不是啊，我又不是每天很闲。干。险！我也希望我每天很闲，这样我就不用练。你想要玩个游戏都要想很久。奶龙珠有没有吐耳？吐了吗？那等一下找找看吧。为什么音乐换了？噔噔噔噔噔。贝西摩斯，凶恶巨兽。想玩游戏就顺便开台，不是啊？问题是受伤了。哎，不说、啊、懂，还年懂，不懂就是你整天的生活都是跟电脑相关的时候。哎、欸，我那个跳跃了、欸，啊？哦，牛逼！那问题啊，是因为我玩游戏就会很，嗯，我是没有办法当就是称职的休闲玩家，就是那种只玩，比如说哦，就玩半个小时，然后就玩不下，就不会玩的那种。可能我就是要玩，就是十个小时的那种家伙，要不然也不会之前新入谷三天二十四小时，夸张哎，超扯，而且是很认真的玩24小时的那种，我没有跨机的那种，哇，对吧？我那我接哦。班要成精。